重新变回叶总，所以呢？你为什么想变回叶总？你不也想重新做回人？大家都要做回自己，没有为什么。你做过你自己吗？其实你从来都没有做过你自己。你最初一变是秋山促成，他给你做了一个模子。 那时候你不是死的，你只是秋山操控的一个傀儡。好不容易脱离了秋山，复活之后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白银希望你做的事。又或者说，其实你是在复活白银。你根本就没有做过你自己，谈什么做过自己？我告诉过你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白银就是我。你真的觉得我们俩是一个人吗？ 如果是的话，那为什么白银想嫁给尚远坤，而你不想？为什么那些忍辱负重的想法你想不出来？因为你们的想法和做法完全都不一样。谁会认为我们是一个人？是的，你如果想做回自己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此时此刻，才是真正的你自己。我跟白银本就是一体，只是偶然分开。 于情于理，都应该合体。一盆水泡到了土里，那就是泼出去了。那它还能重新变回清水吗？子弹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往前看的，没有听说过往后退的。既然你们已经分开了，那就说明天意就是这么安排的。你如果要说于情于理，秋山强行促成你异变，本来就属于逆天行为，一开始就不合情理。 你如果想用彻如彻尾的合乎情理，那你就应该变回白藤君。你受够了没有？ 是异族的身份，还是疼的身份，最重要的，你要做你自己。
吃饭了。齐胖会游泳吗？会，他那样肯定会。问我这干嘛？水鬼呢？
不宜久留啊，走吧，走。哎，秦芳，秦芳，如果四少爷跟他喝酒，他不一定认识咱。如果没和你上来，白银咱俩就完蛋了。石腾，别喊，石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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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哈，你还是他亲戚呢。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，要说没感情吧，还有点感情。以后就形同陌路了。真希望他偶尔还能想起我们。算了算了，也别想起我们了。以后他过他的生活，咱过咱的日子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走吧。走啊。怎么又一个？出水，然后给了秦芳一掌，差点给他打狐狸去，一阵风似的，好像是去高速公路那边了。你们等着我。等着吧，等着吧，走走走，不让等着吗？